兑现花木兰，直接进他的草丛里找到他，直接给他一个二技能，甩死他，再 A 他一下，再 A 他一下，看我细节，直接吃他飞镖的伤害，直接二技能挂 A， 拿来吧你。看到没，细节拉满。你知道我吃那飞镖有什么作用吗？我吃一下飞镖，我能买一个铁剑，就这么夸张。兄弟们看我的物理攻击这一栏413对吧，按个二技能，哎，哦对，血量太低了不扣血，忘记了兄弟们。这波叫什么反面叫，哎呦别木兰哥，不要不要，吃手恢复他想干嘛，你飘了呀小木兰呀。没杀掉他，想嚣张的话他直接得嗝屁了兄弟们。我们这时候把这个鸟吃了，刚好四级，快快快打快点打快点打快点，哎呀操，他要闪现了，所谓富贵险中求，四级。兄弟你跟我比细节，两个布甲够了，我们把这个抵抗鞋补上就行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这一波我想预约他了，所以我得出鞋子。他刚才没交闪现，哎呦摇人是吧，千层接加我直接跳，拜拜。两个不讲你怎么秒我，意思就是二技能转出来放一格血，那就是相当于一个铁剑的伤害，程咬金的被动就是这么强。你真以为我不收拾你啊，哎呀俩人要不然这药得嗝屁，要不然这木兰也得嗝屁，算了饶他一命兄弟们，放他一马。要应该去拿红了，这花木兰应该回家了，但是我这波没法反呀。你小子想死啊，你小子想死是吧，那这可没人救得了你。 A2 哎呀白呀白呀，你真可恶啊白呀，瞎人诛心，他喵的抢我头还吃我血，可恶的李白。这波李白不来花木兰也得嗝屁，但是从花木兰的操作来看他是很有想法的，这样的对线才有看点，那这波就不算太亏了。干什么想瞄我臭小子，花木兰偷摸发育了哟，这有个残血兄弟们，而且注意这个残血身上没有红。 A 你想从这走啊，我能飞过来哪你都过不去，你今天这个塔你就得看着我推，二技能加惩戒加 A 一下加，哎呦人太多了我靠。游戏才来到4分钟，边路已经推到二塔并且直接收下守塔的花木兰、啊、我靠来了来了，给我红 buf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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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兄弟，让你杀我，花木兰能杀吗，花木兰能杀的话我这边二塔就推了，没事杀不了赶跑也行，这时候细节掉血 OK。 哎，这里有个残血，而且是没有张飞的残血，哇你还敢交导弹，踩 A2A 层拿下闪现千分1900狂魔哥的分段说的好啊，这不高端局吗，狂魔局，这不狂魔局吗，我靠哟我靠救了，你看他娘的人不会玩吗，这大招卡的这么好，俩大全给他吃了，打这波不应该固定路线吃的，真的这个不骗你们啊，像我们干这行的很伤眼睛的，就会打就被把眼睛打花，出去看东西都是重影的那种，所以我虽然我现在打游戏少，我每天只打两三个小时，但是我都会戴上平光镜，我眼睛是一点都不近视。我的天哪，哎这两个防御塔的夹击我真的服了，这把就是因为前期打得太顺了，从而导致中期开始浪一直上不去高地。这
张飞太宝他了，兄弟们，这张飞是真会。虽然程咬金比较怕卤蛋，但此时程咬金经济高他将近2000，所以也能在张飞的保护下宰了他。一个版本更新就够吓人的了，那黄刀变肉刀，肉刀变黄刀，变化多大吧？又出镜，又出蓝，又出七七八八的英雄，又出那赵怀真，对不？曾经是曾经呀、啊。我觉得我中单还行，中单应该有个国服水平，能打个90段以上的中单吧，保守一点，估计能打100段。现在这20个英雄，又炸了，打不过他们，这阵容太猛了，兄弟们，这卤蛋本来就克我。程咬金吊打的花木兰乱杀自家队友。不过从前期就不难看出这个花木兰是有水平的，只不过更强的是程咬金，挺猛的。实话啊，兄弟们，随便一打国服，随便一打国一，那墨子要不是我太贪了，我他喵的都稳标了，我自己贪。怎么打真要输了呀，兄弟们？他们肯定会来动龙的，请求集合，收到，把这个药先秒了，然后他们就能抢龙了。哎呀，你们这太 low 了，兄弟们，完了，除了我全部副战机，把家守住好吗？把家守住，子牙，别团了，马可子牙，把家守住。什么是对抗路？对抗路就是中路和下路已经被推到家了，而上路一塔还在。我溜不死你们。打不了就别打，我偷家了。开始撤退。哎。开始撤退。怎么说？哎呀，打真烂呀，哥们！那就是说，小木兰能扛得住我的攻势，真看得起木兰啊！跟我一 v 一，家都给他偷掉。死吧你，臭小子，跟我皮。好，又一座。哎呦，拿下拿下，顶级运营，兄弟们，小木兰往哪跳，等你呢。大意了，大意了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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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我的我的！哎呦，真是个傻逼啊！这波虽然单杀了东方药，但是掉大点，又被对面拖了一波。别出去给机会，守住家，我带飞啊！别说我带飞了，别出去给机会，把家守住就行。来波精彩的 EVR 啊，兄弟们，花木兰也在，把他俩同时打掉，我这一波就立大功。开始撤退，拿来吧你。
又给机会，能换吗？支援一下鲁班没闪，给我死！我操，换出来了，先拉开，别急，假装打不过骗他过来。我还有这个呢，你想什么呢，小你小子？还换装？操，早知道我也换了，我以为能打过的。这波三个输出最先倒下，导致这波团直接相当于被团灭。好在程咬金把线处理得很好，还有机会。这都赢不了。哎，漂亮，我撞他。我操，真他喵的刺激，来上战歌。关灯，都没开呀。哇靠，哇兄弟，墨子是真猛啊。我灭了他，受不了了。我死着，那些这把全靠程咬金处理兵线到位，不过虽然队友打团没出什么作用，也是关键的，守住了一波水晶。